哎呀，长了个身儿，给我介绍了个对象，在微信上和我说，很快就要过来了。看来啊，我要结束我的单身生活了。我看看今天的发型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帅小伙儿，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就是我。这么帅还就找不着对象，完美呀！小花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你这是？不是哥，你咋没又来了？哎呀，小花，看你这话说的，你看今天这太阳这个好啊！我在家怪无聊的，我过来找你玩玩。你这过来找我耍什么？你这这么大太阳，你不在家来躲太阳，你过来找我？你别这样，你说你天天过来找我也就算了，我跟你说今天可是我的好事儿，长了个身儿，给我介绍了个特别好看的相亲对象，别耽误事儿啊，我跟你说。啊，你得相亲啊？啊，像我这种，哎呀，潇洒风流的小伙子不应该找一个有缘的归属吗？想什么相亲？相亲不靠谱。哎，那算了，不用想吧。那个小伙儿，我想吃小饼干呢。这么个时候你吃什么小饼干？你快。哎呀，等等等，你先撒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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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小饼干吃小饼干，我这没有。哎呀，你是给我买嘛？不是，子，你作为我一个隔壁的另外一个多年单身狗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？我这都多长时间没有感觉到这个女孩子的这个青春靓丽的温暖了？还有，别说你那个小饼干，就上次啊，上次在我那个地嘞。啊，我那个萝卜这还没成熟呢，就总共就那么点儿。说，哎呀，我要吃萝卜，我要吃萝卜，我上地来给你拔出来了。啊，你嫌那个萝卜太小了，你都不要了。我那一地萝卜啊，怎么今天又要吃小饼干？小饼干就在商店，你不会自己去买啊？哎呀，那个萝卜那个事儿你别提了，那你自己种的萝卜没长大，那怨我。哎呀，你给我买呢，我别动弹你。我不，去，我不呢，去，我不呢，那我就不呢，你去呗，你把我去呗，自己去，我真不管，我今天真有事儿，你快走。这是小胡家吗？来人了，是不是我相亲对象来了？还不赶紧藏起来，让人家看见就完了，快点藏。往哪儿藏啊？这，哎呦，不，你往猪圈里藏着吧。猪圈里藏着吧。你别期待了，行不行？哎呀呀，莫慌莫慌，我正好给你参谋参谋啊。门开着呢，你进来吧。啊啊，好。你好，你是？我是你的相亲对象。我是你的相亲对象。啊！他妈！哎呦我的妈！阿姨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阿姨，我想问一下，怎么今天小花没有来？你替她过来的？啊。怎么今天二姑娘临时有点事，怎么托我过来和你说说？哦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个这是谁呀？哦，他呀，他是他是过来借锄头的，借锄头的，借锄头的。啊，对，我是来借锄头的。啊，阿姨，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哈，我是他隔壁邻居。大龄待嫁女成年，大龄待嫁女成年。平时呢没事儿就在一块聊聊天，哎，关系可好了呢。不是，阿姨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就是他和你想的他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我看那两个就挺合适的。还问你还伤的什么心？真是不来抬举。不是，这阿姨你。老伟，哎呀，干什么？你看看你这个样还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看人都跑了，那是他妈过来相亲啊，他妈过来看人。我跟你说，这你摊上事了，你摊上大事了，这就是个事儿。我再和你说啊，我和你细算一下啊，为了让长了个身给我介绍个优质的城里的小闺娘，你知不知道我给长了个身什么？我给他了他两副猪头啊。两副啊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两副猪头，先不说这个肉价多贵啊，你现在买不着吧？我是团结他二舅的，咱姑娘的大姨的老表哥的，
二姨夫的三舅，他闺女的儿，在市场上卖猪头肉买着的。你说我在上哪挣这两副猪头？你知道我花多少钱吗？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呀，行了吧你，那么哪那么啥事儿？哎，不成功就不成功呗。你说不成功就不成功了？我这都打了二十多年了，快三十年，你说哪么办吧？哎呀，什么哪么办？你就继续打着呗。你不行，我学会了，谁跟我玩？哎呀，打着吧，继续打啊！好，原来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我说啥呢？都千年单身狗了，不差再单身了哈。好，你让我单身，我非不单身。恁家的钥匙我也不是没有，恁家的门我也不是不知道。跟我走吧你。等会儿，亲家。